It's okay, I'm taking video. Oh, 我跟你讲，我们非常 lucky 啊！这一次来哦，天气那么好，上一团呢就去年上一团来这里这种团了，来这里碰到下雨，客人在上面逛逛就回去了，看不见了。我每次去年我去黄山，我一天没看到，我们到，我去他们送花，昨天他们来看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去这样太阳那么好。 红豆杉呢，它其实树皮是一种珍贵的药材，因为它提炼成一种叫举山醇，就可以抗癌的嘛哈。南方的红豆杉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再往这边走一下。 Yeah.